小时候看流星花园，我超喜欢道明寺，真的超喜欢道明寺。新版的就没那么喜欢了吧？新版的就更喜欢那个山菜，种山菜的。我小时候也好喜欢道明寺，真的有眼光。嗯、我说老板真的有眼光，说实话。那你喜欢华仔吗？我还是当时最喜欢道明寺。兄弟、啊。我喜欢谁才比较重要吧？你们那边？你喜欢谁的？范泽伟。真的吗？我也喜欢范泽伟。我真的觉得周渝民超帅，那个。道明寺也很帅啊，道明寺多帅啊。多帅啊！那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华泽类好帅，对对对，新版的我也觉得华泽类帅。